康小姐，来，这是我要多谢你替我照顾我妈。伊会这么好心捏茶壶啊？敢讲这茶里底有啥？你想都不爱吃，你是惊我下毒？你放心，你也不是白雪公主，我妈妈是坏皇后，我想做要害你。吃。大嫂，你今仔心情袂歹呢吼，阁会讲生笑。袂红啊，又比你更勉强。我这是热情招呼，哪会是勉强？我知影啦，一定是这个无合你的口味。无，你吃这個。要不，现在现在，对。大嫂，可能是江小姐哦，平常时食较清淡，较养生啦。无安尼啦，江小姐，你若是无想要先食菜哦，我较少等候你啉吼。来一寡菜会较好食吼。多谢。我不加因那外菜，刚刚是一碗汤。真正是，孙连红知影我不加伊的物件，竟然出这种恶报，是找个空哦。我一定要忍耐，绝对袂去予人看笑话，才袂顺意伊，予伊欢喜。好啊啦，我看这顿饭嘛，食个差不多啊，咱来等。江小姐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老尊公，你拄只好哄抬阮大家。今麦都要往我来哄台里哦，不是啦，我你的面色哪会这么歹看？敢是对伊无爽快？江小姐，啊你有要紧无啦？都遐艰苦哈，我无代志，我先行。来，江小姐，你今麦敢真正有办法行路？你今麦看起来比阮大家搁较虚呢。你敢真正有办法好好照顾阮大家？我，哎哦，哎呦！这江小姐看起来身体敢若无啥好，应该是无适合做头家妈的照顾工。敢是你之前伫个病院照顾重症患者，得着啥物怪病才会变到安尼啊？我看要是是让伊走啦，若无伊身躯顶的病毒细菌传染，让咱一家人就不好啊。信强，你唔想注意妈的健康，你哪会当让这种人伫妈身躯边照顾伊？万一妈身体若出什么状况，谁要负责？丽红，你安尼讲就伤超过啊。人的身体也不是铁牌，总是有无爽快的时阵啦。做人爱较有量。高小姐。你身体若是无爽快，你先回去休困。我妈，我家己带伊回去就好啊。是啦，江小姐，啊，我今嘛好好的，啊，你请假回去休困，等身体较好再来。是，我先来走。
你讲对啊，你唔是我的对手，你偏偏啊唔听，那就算为了几万块，硬要留在阮家。参照你这种人哦，连自尊两个礼拜哪下都唔知。好啦，我就较大量诶，顶个你害我受伤的代志，我就原谅你。啊，不过对今日开始，卖阁出现在我面头前。嗯？除了急救包以外，拢会藏一支细的剪刀。你若是无想要勒头毛了无，你就换。江碧瑶，你是不是咧轻伤心？紧绷住啊！怎这么侪年过去啊？你还是关心不改？过去对我做遐垃圾代，我拢无甲你厝内人讲。我只是想要做好我的工课，尽我的本分。结果你咧，你直针对我，今日佫对我下药啊！什么情况？现在你这个我带老乡的去的，刚才讲你当时你无在看到我对你下药啊？对，我若是真正无认识你，我也相信你。杨哥，我已经让你害到家破人亡，我袂相信你。今仔日一群人做伙食饭，都敢若我一个人身体出问题。遐尼对我好，是你甲我拢在丢手。你家身体无好，怪我对你下药啊！我硬予你的菜，你一嘴都无食，大家拢有看到哦。好啊，让大家讲是我害你，做你去讲。看大家是相信我这个董事长夫人，还是你这无钱阁无背景的看好？大家妈，啊，等一下哦，要照 X 光，啊，先去这边换衫啦。还有啊，你这诶破链啊，还有耳钩、金属的物件，拢袂挂在身躯顶，爱先摕来啊。哦，是真歹摕啊呢。找到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，我开始倒三看嘛。诶，做歹用啊！啊，来吧，教你吼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头家嘛，啊，这金破链，你逐工拢挂出门哦。老大人哦，要是卖挂这尔啊显摆的首饰出门啦，啊，若无互歹人看到，啊，甲你手去，人无安怎，你就挣脱煞，啊，若是去伤害到你，你就害啊。这我知影啦，啊，这就是阮好心怕我要保平安的嘛，啊，所以我逐天甲挂掉的，啊，就亲像信用拢在我身躯边，安尼我心头卖较稳定啦。好啦，啊，无你这首饰哦，可能去包包内底。啊，等一下哦，你去照 X 光的时阵，我再替你过滤物件。好，来来。你好。哎呀，好，安尼拢教你哦。好。来。好。哎，人还走无？你是不是人无爽快？头疼还是头？你说，哎，麻烦你，干嘛人无爽快？多谢。来这要创啥？我看到阮大家伫咧病院来拍一下招呼病院的哦。头家妈，来做啥物检查？是来照 X 光，看脚骨头歪去无？阮妈毋是做骨头解复健啊，现在愈来愈严重。医生讲，头家妈的关节退化足严重诶，毛可能是关节的问题，所以走路才会疼，才会安排来做检查。你无闲，我爱甲你麻烦啦，配合就好啊。哦，配合，行行，坐来换衫。啊，好。诶，啊，信公，上回破链奈无去？哎，头家妈。拄则你毋是放伫个包包遮内底，
啊，要是那边更衣室啊？无呢？真正无呢？哎呦，这我家己藏的袂了够啦！哎呦，我去看卖，再讲无。阿当这是先给我送我的保平安，啊，我若甲拍无，我咪那个交代啦。哎呀，我嘛做伙来找啦。哎，头家妈，来这里，你靠边，别这里。阿你那袋啊内底是带什么物件？我那袋啊。头家妈，啊你讲的破链，敢是这条？是啊是啊，哎，啊电话皮包安内走对了呀？这真简单啊。一定是有人脚手无清气，看到你家己一个人，目睭阁看无清楚，所以动歪脑筋啊！干屁哦！你阁有啥物话通讲？头家妈，我真正无，我真正唔知影这样做会走入我阿老爹内底。干屁哦！你阁想要辩解啥？这条破链对你阁落阁会心碎哦！你老实讲，你阁偷到我当啥物件？孙磊浩，你莫讲话不听啊！我真是不知道这破链是要怎丢我阿爹内底。就是把这干净，你就是一个贼啦！妈，你都已经看到啊，这种人你要继续留在身躯边哦。无对口，咱都下班了了，拢唔知影。是啦，头家妈，那破链哦，那真正是偷摕，这种人哦，袂当留的呢。爹妈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有好多证明我的清白。头家妈，这是我拄则去调监视器画面，这顶头清清楚楚摄到，我你的包包内底偷摕金破链，肯定是我落地下的人，就是你。餐厅，我临边靠我的汤料，我巴肚就开始无爽快啊！因为我做教皇王这么多年的经验，这明明就是有人对我下下药啊！我看你也无实在，你是安怎要来害我？不是，无是安怎？对，你无实在我，你无害我的理由，那呢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的。我今麦就叫警察。哎，你别搞，我讲，我讲。林叔啊，我真想袂到你是这种人。你也知影，你是靠我盛发集团才能做个董事长夫人的。你竟然出这种恶报来创敌阮大家，还给我叫好玩。真好笑，是林浩，是林浩叫我做的。林叔啊，你来无聊啊？我有啥物理由跟你偷摕阮大家金花呢？还佫有，你佮有证据了证明是我叫你做的？昨你讲。要让这个教皇丸好看，虽然我伫咧迄臭罐仔内底下下药的呢。今日你甲我讲，看伊足臭白的，才叫我去偷摕破链陷害伊。你就是要甲伊赶走，才有做这个代志的。孙磊浩，你即摆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我为着要照顾头家妈，一直在吞忍你。你知我会提防你，竟然利用无辜的人来陷害我，你真正是恶行不改。恶行不改人是你，是你咧小摊无属于你的物件。亲门大户来破我大生活，干屁哦！你即马甲我离开哦，我有啥物看到你？我即马才有证据，要安怎做？如袂着你讲话啊！干屁哦！干臭你！今摆就要替他打针，放假！你好啊！你臭你讲的，这是公共场所呢，你拢无要顾面子吗？倒来厝才讲。